再来看看去年线上游戏竞争相当激烈的韩国，发行了一款全方位的 3D 动画 Online Game， 结果一推出立刻受到玩家的好评。因此今年台湾代理商呢都特别引进了这款游戏，让玩家能够感受一下最新的游戏趋势。这款游戏不仅在科技水准上有更新的突破，各种不同角度的 3D 动画也让玩家耳目一新。在八月底开放封测报名的时候呢，短短90分钟竟然涌进了16万名的玩家申请加入会员，因此业者也信心满满，说这款游戏将会超越天堂跟世纪帝国，成为游戏玩家们的最新选择。而新闻的最后呢，我们。